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中文问好，你好吗？你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是什么？打开，哦，不好。三是什么？打开。很好，还有中间一个，打开，哦，反过来，生气，你好吗？一是我不好，三是我很好，中间的是我很生气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一起到外面看一下怎么使用你好吗？我叫丽丽。哦，这是我的同学马修。你好，马修。哦，你好，丽丽。马修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我也很好。大家好吗？我很好，开心。我们一起画这三个表情吧。第一个画我很好，先画一个圆形。然后画他的眼睛，小的圆形，涂颜色，小的圆形，涂颜色，红色画嘴巴，开心，我很好。接着画，我不好，一个大的圆形，接着画眼睛，一个两个小的圆形，涂颜色，小的圆形，涂颜色，还有一点点眼泪，不好。嘴巴是红色，我不好。最后一个生气，也是画一个圆形。接着画他的眼睛，一个圆形，两个圆形。哦，生气，这是他的眼皮。还有他的眼睛，两个小的圆形，涂颜色。生气的嘴巴，红色。哼，我很生气。里面还有牙齿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大家学会了吗？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我很好，我不好，我很生气。谢谢大家。
记得要 subscribe 哦，下见。